看我问你。啊，是的，被罚了。有没有压力？我没有按到啦。到底有没有按到啊？有，这次有按到。如果分享出来，他会讲话说。哎呀，老老不见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还是坐在那边。哦。有啊，在哪里？我要挑你啊！你要不要跟我拍啊？上楼，在洗手间。你要不要跟我吃了？你要从这儿出去？哎，等你。干嘛呢？哎。你好，小二，小二。你好。你有帮忙离开吗？啊，我没关系，我还有机会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拍 ，OK。你那个相机给我，我可以帮你拍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叫张国强，我在奥迪敦南上班，今年30岁，未婚。未婚，谢谢。蓝爸爸，哎，好。现在在台湾，台北。啊，卡片好。快看这里。这个是给老老捏的。老婆饼。台湾老婆饼。老婆饼。真的，我今天早上来。朗朗好像喜欢吃老婆饼，最热的，最热的，早上才刚做好的。谢谢谢谢，他好可爱啊！那他，我也想吃的饭呢。什么东西？我说我也想吃的饭呢。想吃，朗爸你先吃好了。三个、六个啊，一人可以吃啊。啊，朗爸你先吃，还有咖啡。行，我帮你倒个咖啡来好了。我现在帮你倒个咖啡好了。行，我上洗手间，谢谢。好，所以你知道，大家知道。